太小，你怎么会这样子？等他长大。我来啦！谁？我，对不起。蓝长先生，大啦、蓝先生。明明有通话，为什么你要这样？搞得跟没通话一样。欸、他一直不出过哎、他走上来欸，欸，一了，直出哎、欸，是不是？赶快，赶快吃，赶快吃，他过吃，来，赶快下去，他说，跟他好，们这走里拿水吗？晶，走走走走走。所以赶快把水晶破坏掉，对，不能拖，先下少去丢吧。木糖拖啊！少丢，这什么？打这个水晶吧，有了爆一颗，少丢木炭拖啊！木糖拖啊，进哦，还吐火球啊，快，还要更快，中间有颗大颗的，批准开大，开！开，自由开火。哈哈哈哈！完全不理弓箭手哎、欸！为什么他就只烫我？有打掉！电池啊，好了。哦，哦，二十个，两个碎片，好多哦！两个哎、欸，安所以安我们要多安安，打这种水晶关卡哦。是吗？因为我们只打水晶关卡啊，哦，也是，也是啊，感觉水晶真的比较难打啊，真的。那种腐化的怪好厚，老的我们汤透，你怎么会突然讲这句话、啊？好怀念的广告哦！哎呦，哎，那个输出，哎，怎么了？看一没事下，啊。哎笑。六十五等，这要玩不啊？没有啦，我来啦，会死的、欸、你！看一下啊、存货六两三，千五，然后六五，看一下，我现在六然后六十五等，五，啊，抽武器了。六十五等锤子护甲，增强30强力。古枪杀会。这个，然后存货，好了吧，我也有钢电，有了紫色的还不行，勇，要4500哇，好窝、这样。哦，伤害我不想要伤害，不然这一把。利刃就是一般的利刃，拆掉，可是等级变高了，拆掉，这个不要了，拆掉。哦，可以了，来吧，新锤子。看一下我现在的英雄等级是多少？64。为什么是64？哦，65、64啊。拆掉。看一下，加入游戏，想，等你啊，我在调技能，受到伤害反弹，换个，熊。就这样。杰克，你怎么没升级呀、啊？没有，我只是拿比较低等的刀而已。哦，我说你怎么没升级呀、啊？怎么这样、啊？我们继续打水晶哦。好可啊，以。又打水晶。怎么换这一把啦？
因为它有效果。哎然后你们说伤害没差啊？你们说等级那个伤害没差、啊、是看你，我真的觉得是好用哎、欸，真的。等级的话，你只是在抽奖的时候先装高等的而已。对啊，嗯，因为你就留个，那、欸，因为你就算换再高的武器，你进来打的伤害是一样啊，七十的伤害啊。对啊，懂吗？你就留一套最高等的，然后你抽奖的时候先换上再去抽。我是觉得这把的那个。他有一个加手里剑的伤害的，对啊，我现在在找有其他补师的装，可是好像没有哎、欸，都是电的。这样你的冲刺就是这刚那样吗？我冲刺可以让人烧起来。哦，然后他说烧起来也会加护甲。对啊，只要敌人受到伤害，我就会回护甲。你还是玩坦好了、啊，还是有差、啊，真的啊！哎呦，啊，卡住了！刚好隔壁房有箱子，好，嗯，捞一下，等一下，先看一下这边有没有东西，没有。哎、欸，我看到一个箭射过来，咻起来了，有瘟疫的，嗯。哎、欸，有瘟疫的从隔壁房跑过来，赶快吃啊！等多会不会长大？不会啊，还没两等呐、啊，第二才会长大。哇，我被关进来了，不。赶快出来！我还没升等啊！快了！不是啊，死了很多只了、啊。为什么等级高啊？还是瘟疫的没经验啦、啊？有啦。只是怎么那么凶？我真的没经验吧？沒有欸、好像真的瘟疫的没经验呢。瘟疫的是不是他自己出来，所以他是没经验的啊、哦？怕刷怪是不是？可能、欸。你要不要先打一下这个啊？回一下。我有啦，其实。你先回一下血吧。只打怪比较快、欸。真的吗？免费游戏吗？现在特价 ，Steam 上面可以看找得到。订阅参加抽奖，不要打怪好了。好，哦，吓到！经验，满满的经验。有了，经验了。啊，好，好坑哦！不会啊。我说瘟疫的啦。对啊，我不会啊。就觉得就是前面遇到就叫说好，好辛苦啊。你要去哪里？是。还没长大。哦，那个是你的，我还是地上掉的。哦，可以了。啊，被撞飞了。
秀。好了，你们吃吧，你们吃吧。哦哦哦！纸箱两个，两个而已，可恶。转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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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，你想去哪？嗯，嗯 ，Steam 卡，我靠！你怎么瞬间没血？你在哪？我。我在淡水，我想说你倒了是不是？他炸的太快了，来不及反应，他又要跑了，不是根本不能反应，你要顺也顺不了，他出现脚下出现红框框就直接烧起来，哇！打开，这里有箱子啊，藏在那个。对，布景这边，这边还有、哦，嗯，就刚刚那个 boss 掉的哦，下面吗？这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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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路在这里。有亮亮，来，这啥游戏？去影月的台看，画面正上方有，去影月的台。然后有谁的话去杰克的台看，我这边也看得到。我今天没有打谁啊，有谁啦？想知道有谁？我这边也有。想知道多少钱？那边也有。想知道多少钱？我没有打到画面上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对了，之后是不是画面上也可以打说这个游戏多少钱啊？也是可以啊，去杰克的台就不会有人问了、啊。对啊。哎、欸，左下有箱。等一下，我再开箱。正下方也有一个箱子哦。亮亮吗？没有亮亮。没了没了，上面有那个了。上面有贩卖机吗？贩卖机。哎呀，莫关打 KS 是什么？他干不知道啊。KS， 他搞不好以为你中间 IS 不见了、啊、，KISS 有没有？KISS，KISS。KISS 不瓜原来是这么主动的人，所以其实你打越多只，是不是也盾回的比较多？我只要伤害一直有在输出的话，我盾会回很快啊。那如果你伤害一只跟伤害十只，是不是有差？有差。哦，对啊，那其实大家都其实需要。需要一直打怪啊！嗯，应该就除了杰克以外啦，不是还好？对啊，因为他记的枪手是越打输出越高，阿云月的话是几盾啊？我是加五包能量。对啊，有东西啊，没东西。隔壁有箱子、欸嗯，直接看到了。好，有看到图示吗？对，在隔壁房就看到有图了。哦，又是这个纸箱箱。后面的敌人冲上来。哦，指令哦，拍谁？他从隔壁房来的。很指令啊。嗯，哦，有一只小 boss。哎、欸，昨天会玩的人不在、欸，因为我想问，是不是其实可以拿低等的武器？嗯，对不对？嗯，是拿低等的武器，因为反正不影响能力嘛。对啊，就只是隐藏属性，挑隐藏属性好的。我是拿比较低等的。上面吗？上面，上面，上面。
我是拿比较低等的那个、啊、武器啊，但是它的效果好啊。现在还是找不到好的啊，又出一堆怪了。先把中间那一只打掉吧。哦，两只哦，哦，痛痛痛痛痛痛！听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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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听到唔通拖啊！听到唔通拖啊！无无拖啊！又来一只啊！太多了，等一下水晶在哪里？要不要先打水晶啊？这有水晶吗？我看是从上一直来、欸。我要倒了，我要快倒地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没有哎、欸。呼，痛！而且我们还没有大绝。真的，哇，我快死了！我被吸了。左边，左边，左边。有，看到了。为什么积不到能量啊？啊，有了。痛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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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们有东西吗？看起来好像没有。我听到将补血道具的声音。没有，这边都卡一只小怪。嗯，这边吧，直接到下一区。卡我。等杰克，等杰克。烧酒汤托，哦，吓到！哦，托他好像是这样劈下去之后就有那个了，一个罩子。哦，那可能是这一招的强化，气上吗？不知道哎、欸。要不赶快去吃，快吃，地上捡，快吃有。我吃吃吃吃，那给留我留给我，我还没捡到。吃吃吃吃，我嘲讽他们。你要不要积一下能量？好，你怎么把怪给召过来了？啊，开盾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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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弄他！弄死他！八秒钟弄死他！上面也是弓箭手。的极盾真的是有点猛哎、欸。哈，好了，你可以慢慢回了。哦哦，为什么一直扣血？还请玩给。我要偷吃。是啊。走吧，好。这里啊，对啊，你要看有没有东西？想看一下吗？哦，哦，有能量了。哎呦！后面有三只，有能量给你，够吗？
能量满了，救命！救我！好，我来了。好。吃个。哦。我第二也没吃到。我也是。他自己消失了。我喷了。好。繁星在哪直播？哦，你一定不是关心繁星。哦，我在 Yes Yes 直播。对啊。他说我在 Yes Yes。坏消息，八七村已读不回啊！他在当兵了不是吗？还在吃饭啊？在 Yes 一二三直播。Yes 一二三。他说我在虾皮直播。现在虾皮直播跑去看哦。还是虾皮收虾皮是真的有直播欸，虾皮可以直播哦，有是卖商品吧，卖东西的啊，对啊，真的有了，很猛欸，超卖游戏了，欸，现在什么都可以直播，那虾繁星虾皮不是有卖东西吗？我要一直开着卖哦，我东西这么多，叫我被挡在门外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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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呦！这里，哎好。骆驼有时候我突然不能攻击耶，有时候我也会啊。明明按左键，结果他挥不出去。这个那一天隐约就已经说了，没有，只是今天体验到啊。就我不能逛街，我正在被逛街，然后可以吃东西什么的都可以。当个累赘。虾皮直播购物台应该是吧？嗯。下一颗，下一颗。还有两颗，还有两颗。有牵线的、欸，批准开大，批准开大，哎呀，没事，痛痛痛痛痛，上面还有一个，哎呦有火，别尿你，好，开盾了、哦，好。好了，十等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在后面偷射啊！哟，射！我等下要四个东西，嗯，我看一下这下这个扣很多血，我刚刚看不用扣啊，不用试啊，真的、欸、你扫到超多的，我知道啊，你扫下去回血回超多的啊，不是不是，我刚刚是用什么666那个子弹，然后直接贴近它，是 DNA 买的，也不是有什么66子弹什么的、欸，嗯，怎么了？哎、欸，然后用那个直接贴近打。忘了订阅繁星八七哦，赶快赶快订阅，订阅哥啊！还敢讲出来啊？繁星不是快十万了吗？哪个效果？哪个大的效果？是哪个大的效果？五冠的效果吗？刚刚刚来答案喽。欸、现在我打一场不能抽奖欸，抽奖一次要4500，对啊，现在平均就是三场抽两次吧。嗯，要叫杰克赶快起来啊，50级了啦，50级了，50级了，
五十几了是吧？我们继续打水晶。53。哎、欸，有80等的水晶，天哪、啊！我决定，我们去上个厕所，然后等一下他刷新，看有没有比较低等的水晶。好啊。好。厕所。厕所间。女王之翼完全没有打到的东西耶、哦、是限定某一只 boss 吗？对啊，可以耶，卸甲毒液暴击阿尔基，宝箱钥匙碎片几个啊？7个，哇，才5个哎、欸！偷完，然后都是刚刚打到的，没有偷完，刚刚打到的，你偷完，偷完等级比你们低，这样也太扯了吧？對啊、什么东西？杰克说他偷完宝箱钥匙碎片，宝箱钥匙碎片，那打哪一个打？好像就打刚刚那个就会掉了，是啊、哦，随机的啦，随机的。哦、oh, ，我的瘟疫，感谢赤种的礼物，所以它叫瘟疫回音。哦、oh, ，对啊，你要把它合成上去。不是啦，我这么白痴，我以为那个只要开紫色宝箱的，之后我一直没去刷那个，懂意思吗？我想说是随机开到的。哦、oh, ，他那回音碎片要去打。哦。12个碎片啊，3个碎片。哎、欸，哦，我懂你意思了啦，我连买都还没买到，就要直接花更多的去。对，你也懂了哦。懂了，我想说，可以先买啊。懂了。已经，他没办法降价、啊。对。惨烈。烂。在爱我什么？我要小蛙，我要看小蛙。来看看喽，哦，有40等的水晶，太棒了！请问杰克，你等级最高多少？你说换都换等级最高吗？对，如果都换的话，53。哦，没关系，53。好，换回来吧。大厅。等一下哦，等一下，戴上墨镜继续潜水，不要潜水啊，出来聊天啊，聊天、啊。聊起来，聊起来，聊天啦、啊。哦。嗯。哦。过来就有箱子。嗯。上面有没有东西啊？
哎，你干嘛？你干嘛冲进去踩呢？我想说我可以躲过。你以为你可以？我怎么会有护甲？你有什么护甲？你 是有装什么东西有护甲？没有啊。哦，有啦有啦有啦。开场1000护甲的那个吗？对对对对对。啊，我比较喜欢护盾欸。这边有东西，左上角。上角有保护色的东西。人参什么？人参怎么了？短短几个秋。人参短短，秋。哎、欸，那天真的是听到歌我才知道是那首歌欸。那个我也不知道啊。哦。那下听啊。哦，痛。哎、欸，一直来哦、喔，死了，一直来、喔。外面，外面，外面有大只的，我被撞飞了。啊，又是瘟疫的。嗯。有人快死了、喔，注意血量哦、喔。我尽量拉了。我们现在没有什么招式可以帮哦、喔。靠！打掉一只，打掉两只。吃啊！我长大吃。吃吃吃吃吃。哦哇！痛。啊！被撞回来！脚屁哦！有人被撞死了！我救吗？你们有时间来救？我嘲讽，我嘲讽！只要些许代价。啊！我被撞飞了！会长大了，会长大了。有了，感谢感谢。Thank you。技能，点个技能，这个。哦，保护色哎。哎呦。哈。有地雷啊？哪里？你刚压到了。哦，好好。这地雷真的是都偷偷来呢。帮小声。好，他是。不会啊，我觉得他这样反而比较好哎。嗯？就比如说，这样云月你的像那个谁？嗯？雅思是你的干爹吗？对啊，阿姨算，反正提到雅思，第一个就想到你这边的人嘛。嗯，对啊，然后通常他们都是说什么宝什么宝，像云宝或月宝，就指你这边、嗯啊。但是雅思都跑来帮我做事情，这样你觉得还好、嗯、对不对？没差、啊。对啊，觉得还好啊。就本来就粉丝。